各位观众大家好，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，我们不是在看这个《仙剑人生》吗？为什么看见的是这个蜂王伊里斯坦格利安二世呢？我们有没有走错凡间呢？走到这个纯游的那个节目呢？对不起各位观众，你没有走错节目，你的确是在我们的《仙剑人生》的节目。那么给大家看这个蜂王伊里斯坦格利安二世呢，就是为了要告诉大家呢，我们大马的后门政府呢已经是完完全全的发疯了，完完全全的变成了这个蜂王伊里斯二世了。各位观众朋友，短短的一天里面呢，我们就接到了两个不妙的消息啊。第一则就是讲清楚了，那个罚单呢，不是罚个人1万，也不是罚那个企业5万，实际上他们要搞的是罚10万。听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罚10万。第二件事情呢，他不再只是警察可以开罚了，而是那个所有的城管，所有的城管也可以帮你开10万的罚单。所以各位观众朋友，各位马来西亚的朋友，我们的后门政府是不是疯了？是不是成为了这个疯王了？是不是成为这个 Mad King 的？所以今天看到这则消息真的很让人震惊了。所以我们的这个后门政府真的是他何苦如此的对待人民呢？今天主要是这个Takiuddin 他讲出的这句话，让我们知道这个后门政府完完全全是陷入疯狂的状态了。他原因是这样子的，因为这个 Majestic Court 呢，就是我们的推事厅呢，他的上限罚款只能罚 2.5 万，所以那个罚单，现在的罚单呢，总之你违反 SOP 的罚单呢，它已经不是在这个 Majestic Court 去审了，而是进入这个 Federal Court， 就是我们的地方法庭去审这个案子。所以地方法庭的那个罚款上限呢就是10万。总之你这个 case 呢进到了这个 Federal Court 去审的话呢，你就有可能被罚10万了。所以这个消息真的让大家很震惊，很震惊。那当然，这个 Federal Court 上去你不服的话呢，那你接下来你要走的就是上诉庭，那就是这个 Appeal Court， 干嘛 RU1。然后上诉庭还不行的话呢，就要进到最高法，大马的最高法嘛，干嘛的庭地上面去了。所以呢，恐怕各位商家接下来的日子呢，接下来这一年呢，大家都会周游在这个 Federal Court。这个上诉庭跟这个最高法庭之间，哎呀，我不要做乌鸦嘴，可是希望大家呢看到今天的节目呢，你们能够避开这样的事情。如果你们真的有接到那个罚单是你没有错的话呢，你可以透过我们的联系方式来找我们。然后再来第二件事情呢，就是这个城管了，这个是 DBKL 的城管。OK， 如今他们也可以来开1万块、5万块到10万块的罚单，不仅仅只是那个 PDRM 警察了，城管都有权利开了，地方政府都有权利开了。这个如果你们在 MPSJ 地区的话，苏曼加亚的城管，他也可以跟你贴一张10万块罚单的那个封条。然后你在安班加亚的这个本班达兰呢，他也可以给你一个10万块的那个罚单。那么这些所有的这些城管，所有的这个大马的城管呢，如今都有这样的权利。那么这个是最新做的这个改变。所以我们讲后门政府是不是已经完完全全陷入疯狂了？所以怎么办？这个大马的观众朋友，那么今年我们的后门政府已经变成这个疯狂了。就变成这个 Mad King 的这个疯狂的女儿，那么怎么办？那么我们大马有没有这个詹姆兰尼斯特这个弑君者呢？这个什么时候这个詹姆兰尼斯特会来救我们呢？而我们的后门政府已经完完全全进入这个疯狂的这个状态了，所以不简单了，各位大马人，只要你一个不小心呢，你现在出门呢，不只是那个警察会跟你开10000块的罚单，现在不止10000块了，他只要你是上这个地方法庭的话，那个地方法庭可以跟你罚到10万块，不是开玩笑的。商家也是一样的，你一点点你的 SOP 的违反的话呢，你很有可能可
会被开这个10万块的罚单。所以说接下来的日子呢，大马人真的看到今天的节目呢，大家真的要很小心很小心，我们不要让这个后门政府有任何的借口。我们真的，如果当你得到了这样的罚单很不幸的话呢，记得要跟他抗战到底，你要从这个地方法院跟他抗战到这个最高法。因为这个十万块啊，你知道拿到10万块，我们5万块破产了，中了一张就是破产。要不然你除非你有另一个想法，你说哦，叫去政府那边百吃百喝半年到一年吧，叫政府养你半年到一年在那边百吃百喝。但是这个是比较消极的一点的方法，不太对。所以呢，已经完完全全陷入这个疯玩状态的疯狂政府。所以大马人，接下来我们应该做一些什么呢？好，如果有更多更新的消息的话，我们再给大家更新。我们下回再见。